你老妈玩你蛋仔，发现你买了很多皮肤，你该如何应对？今天趁儿子不在，我倒要看看他天天玩的那个蛋仔有什么好玩的。潮流度是什么？历史潮流度30.3万。没想到我儿子竟然这么潮。第16赛季潮玩大作战有107000。15赛季4万，14赛季1.6万，13赛季1.4万，12赛季2.1万，11赛季1.9万，10赛季2.3万，9赛季1.3万，8赛季1.5万，7赛季2万，6赛季才8000000，前面5个赛季都是零。看来辣条是在第6赛季入坑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是第几个赛季入坑呢？哎，对了，这个潮流度是什么？不会是辣条充的钱吧？之前我问他有没有充钱，他每次都说没有，没想到背着我充了这么多皮肤。要是让他再这么充下去，潮流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100万了。去背包里看看，龙魂战神，哇塞，有点帅啊！穿出去看看，哇塞，这皮肤也太酷辣，加上这个动作，简直就是土豪的象征啊！土豪，这皮肤肯定不便宜，竟然还有坐骑，这肯定也不便宜吧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些多少钱吗？老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的正好，跪下。妈妈，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快老老实实交代，你到底有没有往蛋仔里充钱？当然没有，老妈你知道的，我可是豹子头零充。零充是零点准时充，对吧？说这些帅气的皮肤都是哪里来的？皮肤，这，你也知道我是个主播，都是小粉丝送的。粉丝？那你说这30万潮流度是怎么回事？不会都是小粉丝送你的皮肤吧？啊，这些当然。死到临头了还不承认是吧？怎么会老妈这些？都是老爸给我充的，我根本没有充钱，真的千真万确。你爸竟然藏这么多私房钱，我现在就去问清楚。等我回来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完了，BBQ 了，完了。